地上会叫啦，对吧？就是安尼尔。在用算盘，他这样。不要紧，我写一句说，去年写的。是啊、哦。啊，今天把欧文保留来分享一下。看我们的什么？我写起来，我写起来哦。很单纯。拢会讲要调耐心度对不对？我照在你这来去，拢会耐心度要怎啊？搁啊调一比较练一。我以前差不多50几公斤啊哈，我掉10公斤，现在只剩下40几。用心那个给画图啊，减缓思思。我这13.1哇，比我较较好。哎，你有滴食药啊呢？你要快食偌济药？我正常啊，140到88-90安尼。你低血压吗？我咧算高血压。我安尼啊。哎、欸、啊！开始爱做注意啊！我过来。你最激动爱食 Q10 啊，爱保养。爱保养啊！哎。莫紧，我车顶来放基金。无效。我顶下当咧爬山咧练身体啊。哎。120-80。哇。我爱做安尼好。十年前的代志尔咧。哎呀，还是以前拢。蛮常回来的。嗯。啊，你有个人脸书吗？还是？有，但很少在用。以前一部在写文章，主要都是在看一些摄影的影像，都是看一些风景。好，没要你是摄影，我是摄影者。哦，没有。他很有礼貌嘞，起码好一两行嘞，啊，方便。风景，要当过，什么歌？他这个名字很特殊，因为他妈妈吼。生他的时候是那个气色，啊，他是阿嬷跟阿静养大的。啊，那样。雪崩过生日就对。对啊，所以伊出世的无啦，无啊。你讲伊什么人啦？阿饲的。阿嬷。阿嬷含阿静。按老，按老辈。啊，爸爸，伊到底有哪去做戏文啦吼？啊，所以爸爸很忙。哦，较无闲着对。嘿啊。拼工课。嘿啊。我以前，甲栽培甲做伙呢，在伊都读。伊读成。较早叫做成，就是成大嘛。较早叫做成。台南工学院。嘿，台南工学院。嘿，啊，台南工学院迄阵爱。中学毕业才去考，你几年次啊？他是18年，是啊，18啦。啊，伊有拄着228事件没？有啦有啦。我一讲228的时，公司我去讲那个大学大一，啊，伊阵最热的时，那学生停工，我录一段。学生啊，有这个组一个什么？现在还不在，准备好回家安静下来看看啊。诶，那个叫什么？学生那边。
这种自首的对啦，对对，类似这啦，伊互人派去是，伊就过快发出这个，伊这个。对，门路的旁边那个。叫一个。破坏破兵，破兵的。那个，你查下啦，我查下啦。发出所就对了。哎呀。听我讲的这个对门路的，吼。加国。你后迄阵号叫破坏，破坏发出所，阿姨红。学生兵就第一种学生，学生兵。伊唔是讲学生兵，对，人家遐个大学遐有组织一个讲的，去维护安。安定者啊，是维持秩序啊，做什么？保安。嘿，啊，都有个学生出来伫顾遐个，啊，都拢落袂，迄个高雄吼，船啊，迄个国民党船啊上了，啊，就了下水说，我讲恁较紧走，吼，啊，迄个船啊已经。起来呀、啊，安尼按怎啊？邓丽慈，啊，有的学生是想讲安定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伊这迄搭在这水利会或者林兰月会长，以前伊儿子迄阵子还在读书款，啊，学生大家拢转去啊嘛吼，转个人的厝。啊，就讲已经平静下来啊！啊，伊爸爸讲，啊，就学生囡仔，你等于学校看咧。啊，等于学校了，怎啊有去无回？怎啊伫学校怎啊放你啊？放我去。啊，你啊去迄个，拢是用电表去。哎呦！啊，那个时候很多学生都，就讲已经平了嘛吼。啊，我们回去学校看看，啊，就去了都不行。被抓的抓，啊被降的被降，很恐怖啦、啊。对，啊那个探德滩那个时候是律师嘛，迄阵台南市组织一个医生律师，一个伫维持。探德滩有熟悉无？探德滩无，探德滩跟他那个时候跟学生嘛，啊探德滩就一边是做律师啊。哦。吼、哦，伊也是算做台南的有比较有名望的人啦。吼、嗯，迄阵也是医生也是伊阵住伫迄个旧台的议会，旧议会中正路遐有啊。伊迄巷仔内，伊一个我想一个医生，迄个嘛是伊医生啊弄的，正。啊，佮反正。台南组织一个比较有医生啊，律师比较有名望的组织一个讲，那就是我也总跟，咱算出来的，哦，啊遐个人去维持遮个，啊个国民党来骗军讲啥物要欺负啦，要啥物小干代志，啊个要欺负就有代志啊，这样啊，啊也有哦。那时候很多学生都有去议会，去学校来立啊。爱心学生有走去议无？爱在等引导啊，还无去学啊。引导伫对。引导迄阵伫草地啊。咁离台中市足近卡？无讲介近卡。伊即马来讲我对。我。我。我想伊等于伊住。伊台南我哪有厝？伊迄阵嘛住伫台南。台南我哪有厝就对了。嘿。啊，但是伊迄个大概是伫草地边。哦。伫迄个边边迄个溪边啊。哦。吼，溪边伊也住台南。啊，因台南就是。啊，比较。到平静才搁倒来台南市啦。啊，搁去读读册啊。嗯，啊，就无你以前都。啊，就掠去就是。掠去就掠去，啊，剩的无来，无来，该为难啊，就对了。无，他根本就不带一个学生，他那个爸爸也不是参与那个有是普通学生，他出不了这一招。
因为资料内底台南农、宽南农掠去掠去断掉，无介济，别个城市较济。嗯，哎个，迄个袂管管啊，迄个尊严，嗯，一医生的范围，我也是要一医生。啊，伊查囝拄啊好啊，我因为我那个那个跟我们那是同班同学。啊，所以跟他家里都很了解，这样。我想问吼，你有报考无？我在公考了二。哦。老师。对啊，你看我，将年纪讲安尼讲足足好个。我现在我自己个时吼，我拄啊好，我拄啊小学毕业，我那五分之才是三个毕业对了，啊三个毕业时阵拄啊好。大空隙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去台南去弄甲雾沙沙，啊，弄甲差不多几乎拢平去了。您已经1945年的三月份啦，因为迄阵毕业啦，拄啊毕业拄啊好咧考试啊，啊要来考试啊，啊考试就有那味啦，但是结果大空隙就无考试，啊得阁等，啊等到迄阵。大部分阮大家拢去疏开去草地啊，吼去疏开去较乡下所在，啊地就公投嘛，8月15号，吼、哦。你是恁伫个抗战故乡，甲恁遮拢炸真严重啦，故乡炸比较严重。台南市嘛炸啊。啊！早1945年，尾啊5月1日、3日，伊只炸台北，台北迄总统府虎坪迄边才炸害。啊！因若发生的时候，迄你讲来的时候，阮只公仔，哪去遐嘛？啊！看你迄机场，只因为离机场无介远啦，阮住伫迄个平镇宿舍，吼。啊！因若看你一只乌的，一只白的吼。站安伫安尼伫空中弹嘿，啊，我毋知影讲两阵伫空袭啊，两阵伫演习啊，吼，啊，一只乌的，一只白，啊，乌的就是迄个美国的，所以你有看到？有啊，有哦，空中啊，迄个一只白的是日本的战斗机，啊，两只站安买爱的就是迄白色的就。因那时拢米字糕咧炸，迄阵啊米字糕吼，哇，飞的很低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，哇，那个飞机上的那个，开飞机的，对，可以看到，啊，我相信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，啊，可是他们都会轰炸主要设施啊，对，啊有没有？伊弄轰炸铁路，钢铁安尼砰砰，啊，阮初开始抄地，啊有一次。阮爸爸去看了，啊，要转来时阵就空袭，啊，去瑞士，你听较大听嘛吼，啊，瑞士迄个树仔岗，啊，怎啊你也看，吼，也较大听，子弹打到五八三，我迄阵都跑了。啊，恁是安怎熟识？做媒人，哎，还是乱来？也是媒人啊，甚至那个时候。是媒人啊，哦、嗯，伊从哪？我一结婚的时候，他好像28岁吧？那你是娃娃？啊，你？啊，我那个25岁。你几高的？我记着你迈。对。对。你从几高的算娃？对啊，迄阵已经在网婚啦。我阿公是算在网婚，阿爷是算在网婚啦。我阿公，阿公后来是嫁美军的。28嘛，
嘛嘛算，阿叔爸算这个我老，嘛算晚婚啦诶。迄阵拢嫁个较早，我姑姑是嫁给美军来驻台的。阿姨嘛是公家出来的。公好了，阮已经无算这国中啊嘛吼，看迄国民党诶迄个八路军啊是啥物吼，感觉拢排了，因咧大饼有啊，吼。那个刚刚张家旁边有一个以前东门的驿站，还有一张，啊，一边啊，那个路桥边啊是一个叫皇家故里，